据媒体报道，今日 9% 的工作开始忙了起来，大家都开始分开录制不同的节目。而扎斯汀和小鬼，还有月华妻子中的丁泽仁，已经开始录制现实版吃鸡，而且现场还原度很高，还融入了吃鸡中的各种元素。据说已经有100位大咖已经收到邀请。今日网友晒出一组吃鸡真人秀路透图，程潇、扎斯汀、黄明昊、小鬼王凯琳、丁泽仁现场即兴热舞，黑衣特警一样的衣服帅气有型，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？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